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亚洲区第二阶段的比赛呢，已经接近了尾声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亚洲区第三阶段 G1 的抽签。这个抽签应该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我们80队伍将进军40队伍晋级线下。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第一位，这大家应该熟悉，是我们来自于 G1 第三人，现在变成了 G1 第76人的森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 Tony， 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抽签规则。抽签规则非常简单 ，A、B 两个组 ，A 组由 Tony 来抽 ，B 组由神来抽。然后我是中间掌签的人，另外还有两个种子队，种子队我们是在最后抽，先保留悬念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节约时间把签给抽了。嗯，待会儿要抽 A 组第一个吧。好，先来抽 A 组第一个 ，Tony 来看一个。看一下，哎呦 ，C 组冠军就今天下午的胜者。对，今天下午的胜者，我们先放到这边。今天下午的一个胜者。是老干爹 INT 或者是 VG 的胜者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第二张签由神来抽。这么突出自然，知道我抽这个是吧？那他也是死亡之主了吧？死亡之主，死亡之主，我觉得这边更像一点啊。B 组冠军 ，B 组冠军，那就是昨天已经出现的 Chance Star。对，是的。哦，这支队伍可能是一支非常强的一个黑马，昨天我们也采访了他们，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接下来在 B 组的一个发挥，还是轮到我们的 Tony。看一下这个 A 组第二支队伍 ，A 组的第二支队伍 ，A 组冠军 ，A 组冠军，哎 ，A 组冠军，换一下 ，A 组冠军是Rattlesnake， 是来自于小罗还有格叔张龙的队伍。好，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B 组的第二支队伍，哎呦 ，D 组冠军 ，D 组冠军，果然是非常的厉害啊。牛肉生 Thailand 和Zenith 的冠军，对，胜者，他们之间的胜者。我觉得这个组会不会抽到 IG？ 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最后面两张签，我们来分一下，来自己拿吧。你要哪张？我们猜个拳吧，猜拳，您要拿上面那张，好不好？上面那张，上面那张，就是胜。好，拿上面。来看一下，你看，哎 ，Orange 橘子。哎呦，这个组好像全是黑马。全是国外的队伍啊，啊，这还不一定，这个是国外的，哦，这个是国内的，哎，不对呀，差不多，还好，比较均衡。那我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啊，你这个大家都知道 ，DK 啊，没事，老对了 ，DK， 昨天 Chance Stack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希望他们也是希望能够碰到 DK， 是吧？啊，非常希望能够让你们明白，让他们明白。好，最后两张签是我们的种子队伍，看他们一直是。一直是来自于 TI 2的冠军 IG， 另外一直是来自于上届 G1 的冠军老干爹 CN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面的抽签结果怎么样了？你要不要再猜一次拳？这个非常关键了。输了上面那张，输了上面那张。一二三。他总是拿上面那张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其实大家就看过这张就知道了。哇，好猛啊！老干爹 CN。老干爹 CN。啊 ，IG。不知道泰国队伍能不能出现，泰国队伍如果能出现的话，真能碰到 IG。抽签的结果大家还是非常满意的啊，我们没有黑幕，我们一次生成的一个结果，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。 A 组我们来回味一下，老干爹 CN， 然后 C 组的冠军很有可能是老干爹 INT 或者是 VG， A 组的冠军是 Rattlesnake， 还有橘子， B 组是 IG， 然后 Chance Stop，D 组的冠军是晚上的 Zenith 或者是 New Legion Titan， 对，然后还有一个 DK， 对，分组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均的，抽两位抽签还是每组都比较有好看点。对，上半区如果是老干爹 INT 出现的话，怎么是内战呢？啊，这个是前我们的规则，我们稍后会在那个我们的新闻里面公布，好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抽签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